就想说今天是除夕啊，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带我妈来试一下过年的运气这样子，然后就想说这间店刚好就是好像最近也开了头奖嘛，然后就来试一下手气，然后就刚好我妈出五百，我出五百，然后我们就刮中了这样子。嘿嘿，对对对。哎，刮那时候刮中的时候心情怎样？就非常开心啊，因为就等于是台彩公司帮我们加码，然后就有一个红包，然后非常兴奋，可能会用这笔钱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带我爸妈出国。